係頭先姜生，我講咗兩個個選擇俾你啦。咁而家咧另一個問題就係咧現成咧，因為你舊時 Lexus 咧，今朝阿 Alex 咧都問咗你哋同事阿 David 噶啦，咁啊覆咗咧係32mm 嘅個鎖口片32mm， 而你話 original 咧而家新 model 嗰個咧係27mm 嘅。咁有個提議嘅就做翻嗱，如果裝咗之後咧，可能有機會咧係。會有兩條罅仔喺度嘅，咁可以其實到做翻咧，我哋香港做法咧就係揾翻煤灰，咁可以封翻個窿噶啦，依、這個可以照 keep 用嘅。咁另一個提議就係原身咧，你個鎖咧已經咧就有一塊片喺度噶啦，咁依塊片係32mm 嘅，咁因為佢係 Lexus 舊款啦，咁啊可以咧，你其實照裝翻落去。是沒問題的，咁啊 fit 到，只不過佢因為佢個 dead ball 咧係而家新款係圓形，係方形。其實你閂咗門係唔影響你個建光位置，所以你一樣可以選擇做翻敏灰啦。頭先因為佢個片係細少少嘅，27mm， 就可能每邊咧有2mm 罅喺度，咁你敏翻灰，兩邊都敏翻灰，咁就唔過眼噶啦。咁另一個選擇就係用翻依一個原生你個 Lexus 個鎖玉入邊嗰個鎖口片裝翻落去，咁就 OK 噶啦。